欢迎收看《神操秀吃鸡篇》，我是特约讲师林小北。本期给大家带来十七兽落地六杀屠杀派南的视频。视频开始，十七兽落地飞到派南河流的一侧，先避免和敌人正面交战，迅速跑到防区内搜装备。在二楼听见了楼下敌人的脚步声，正架着窗口的时候，被敌人贴着脸扔了一个燃烧瓶上来，迅速回缩规避伤害。果然有一名敌人想趁机攻楼，来不及开镜，瞬间开枪腰射，先将这名敌人击倒。敌人队友还在不断开枪骚扰，不能硬刚，只能回退打药。药还没打完，敌人就已经摸过来了。十七兽先关门，降低敌人射击精准度，再趁着敌人开枪瞬间偷摸到右边。敌人一进门，只看着门后，立刻开枪腰射，将敌人击倒，再迅速长按右键，顺利尖射，将敌人团灭，打出一波天秀残血灭队。接着继续搜装备，膀胱发现原点有一名敌人跑过去，打了几发，被近点的敌人队友火力压制给打残。此时队友已经赶过来支援了，迅速架着刚才的窗口，等敌人再露出来的一瞬间，扫一梭子，完美将敌人爆头击倒。继续帮队友架枪的同时，十七兽观察到自己右侧桥上还有一名敌人，先下蹲躲回掩体，再瞬间起身开镜，准心预瞄好敌人的位置，一梭子完美压枪将敌人击倒。接着发现桥上有敌人分烟，说明河对岸还有一队人，迅速集结队伍准备冲锋。十七兽一冲过烟雾，先观察到防区边上的一名敌人，瞬间开镜将其击倒。没想到自己面前还有一名敌人，虽然自己被击倒，但是队友已经赶过来灭了这一队，打出了这把落地六杀清空派南的视频。本期神操秀我们为大家复盘展现了十七兽攻击派南时的各种实用技巧，辅以他强大的个人实力，成功杀出了派南。看完本期神操秀的细节讲解，大家有没有学到打派南的技巧呢？欢迎大家评论留言与我们互动。好的，那么本期神操秀就到此结束了，这节目不错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